哎，有人吗？吓我一跳！我以为……哎呀，这儿有贡品呢！哪里有贡品呀？那是水。 这个4块钱，小哥，你有钱吗？对啊，我一般我合影，我在北京卖20，咱俩合个影，我拿3瓶水走，我今天没带钱。哎，靠谱，靠谱吗？靠谱，谢谢。靠谱了，你同学这么多靠谱了。谢谢。1、2、3，3瓶水。 哎，里面有没有八仙图？你们去后边看一看，后边还有，后面还有呢。估计是那里边吧？是这里面吗？应该是这里。哪一个里边？你这个里面？是这里面吗？哇！哦，是这里面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个人，肯定是。你是东家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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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江大东家。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非常非常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长江新晋的姑爷。住对的，对吧？那当然，那当然。我们长江的钱庄，现在需要一些特别好的朋友来做我们的股东。对。哦，要钱呢？是投资，不需要投资。 是有回报的。现在呀，我们只是有一个票号是不够的。如果你可以投资在我们的票号里面，然后我们合作，我们可以开不同的分店。对，这样子人家去传款或者是汇款都比较容易，比较方便。票号最重要是平安有信用嘛。对。所以我们遍布全个那个各地。对对对。海峡两岸，三地两。<笑> 跟你们合作就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现在呢，你看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，这个差评，有什么特色？你们能说一下？都是八仙在里面。八仙，那我要问一下你们这个八仙里边这个资格最老的八仙之首是哪位？你们知道吗？张国老。什么？张国老。李洞宾。还有呢？何仙姑。还有呢？ 张国立，走，寿星，啊，李铁拐，李铁拐，李铁拐里。现在呢，我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才艺没有？这题我不懂，真的，第一我真的不懂。没有穗儿，我哪知道哪边是头啊？ 真的吧？ 也多亏我们几个无所不能啊。